就是视频中这个肌肉会拉丝的帅哥，他的肌肉不同于那些网上的大块头，而是非常的饱满流畅，不管是胸肌还是肩膀上的三角肌，甚至腹部的鲨鱼肌都线条分明，看着就非常的舒服，不禁被网友赞叹道：我要是有这么漂亮的肌肉，也不至于女朋友